乐团首度曝光 ，Live 功力惊艳全场。我第一次看到萧敬腾带的乐团在电视上唱，现场的感染力真的很强，棒不棒？棒！我觉得你们今天太幸运了，真的很期待你的现场的演唱会，真的，谢谢真的、哦、好，谢谢谢谢。一首当然不够嘛，哈，刚才是 Mr. Big 的 Shine， 好、嗯，第二首歌是，第二首是方乔飞的 It's My Life。It's My Life。Yeah.
baby, don't break down. It's my life, now or never. And I ain't gonna live forever. I just wanna live a life. It's my life. My car's like the open highway. And we should deal in my way.我觉得想不到这个萧敬腾的这个英文歌唱得这么的有活力，真的好棒哎！你自己也唱得很过瘾吧？过瘾过瘾啊，真的超棒的，对不对？用最热情的呼喊再给他加油一下。我觉得萧敬腾这个在演艺圈刚刚起步，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起步了。那你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？希望可以唱更多歌给大家。啊哈，哎，你有没有这个演唱会的日程表？七月六号。七月六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只有一场啊。就是新歌发表会。新歌发表会。好，今天我们制作单位准备一个小礼物送给你。真的、哦？哎，我知道 Mr. Big 就是你的偶像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他的专辑。唱 Mr. Big 的这个曲子，可是呢，你没有花钱买过他的 CD 啊？怎么这么省啊？啊，你省话也就罢了，还省钱呐、啊？怎么样？没有买过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用跟我对不起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心意啦，真的很谢谢萧敬腾，来，我们掌声谢谢他。开心，我们看到了萧敬腾真的是多才多艺的一面，他也拿出了他所有的绝活，所以谢谢萧敬腾，也要祝福他，也谢谢他首次带来他的乐团音乐，还有尤其要谢谢他的哥哥萧海，好不好？祝福你们，我们也谢谢萧敬腾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很棒很棒。